对，他性格就是爱笑，然后可能在就是大海边。其实海南人就是那种想的很简单，你谁笑？谁干嘛？在海边笑，俗称海笑。听海哭的声音。对，海哭了会怎么样？海哭当然就会石烂呀、啊。海哭当然就会石烂呀、啊。谁搞笑扣钱的？用三个词造句。我的哥哥一开始是我的男朋友，后来变成了我的老公。我的哥哥一开始是我的男朋友，后来变成了我的老公。回来。什么？非常有逻辑，好不好？再一遍啊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邻居的哥哥长得像我姐姐的老公，也像我的男朋友，像我的男朋友。What？我生孩子之前164.5，生完孩子166。只有生孩子能救我，只有生孩子能救我。买东西也没有钱了，不买东西也没有钱了，还是没有钱。所以其实买东西不要钱，不要钱。给别的粉丝，给他们一些激励的话。其实我觉得不用激励你们。你看猪八戒走了108,000里，只吃素都没瘦，你有什么理由要瘦呢？就胖猛挺好。就是你有想象过你会跟300个粉丝一起合唱？是他们抢我的词，抢我的词。关注圈教主，娱乐可以有温度。